有业所感，为心所作，所以我就一直给古书记讲啊，为色所变，就是啊，为心所作，要注意听。为心所作，既然为心所作，要就注意你的起心动念。所以啊，学佛啊，上界重要不是精进，上界重要要先具足有正见，正见，为人真无用啊！忙了老半天啊，忙错了。这真简单的道理，比如讲，你不是真正真的叫做修行的，你要有先有正的见啊。比如讲啊，我煮饭啊，我煮饭，我的煮饭，我的方法未晓，吼，安尼方法未晓，去到厨房吼，伊真发心啊，真正真，哇，煮安尼炒咧，大粒干细粒干咧，煮好。香菇乌一边啊，菜汤咸嘟嘟啊，饭是安尼甜欢欢，看见是安尼咕噜噜，看见安尼煮起来是，伊都真真正安尼，八早七八点去煮啊，真真正拼性命安尼，做到十一二点，为啥？方法不同，煮饭的方法，这这简单的道理啊，得讲精进你。你要掌握方法，方法就是解，就是正见。不是说我听到佛法，我害死命母。你母到老尾啊，二十当、三十当了，你什么都没有，为什么？错误吗？没有善知识教吗？没有对，为心所作啊，为心所作。啊，要干来开发咱这个觉性，也得个真正有先得性呢。哎，为心所作呢？啊，有人在讲啊，画图，哦，这画图啊，一开始画真认真画啊，也唔过较画都无成啊，要画马啊，看起来就像菩提安尼，啊，反正你我讲你画这只是啥？这只是啥？是马还是鹿啊？还是长颈鹿啊？还是狗？通通四不像啊！你一真的画，唔过哎，方法没有人教过他美术啊，没有人教过他素描啊，他这个不懂啊，没有办法，法也是一样的。无先知识，我来甲你讲，你拼无落来，你拼无落来，你安怎拼你都无落来，你无法度，心的烦恼你未晓解脱，你害死命，安尼上经拜忏，有结的善缘，这个不可否认，但是你无法度解脱生死，无善知识啊，所以讲虽然是为心所作，你还要有正见才能了解那一颗心是什么啊，是为色所变，这个色包括四个字。是就是分别跟执着同时，是就为分别跟执着所产生的所变的，所以讲为心所作，为色所变啊，这个色就是分别跟执着。